黑板牛，我在，我是战神 Rex。那不好意思，今天又很忙，所以呢，好了，我不要这样讲了。今天来开箱，开就是 WWE， 哎，哪里是？是 WWF， 也不是啊，是我们的啊 ，World Premium Pad 啊，啊，今天订购这个了，来开一下。怎么会订这个？没有啦，其实我有订1203啊，其实我有订啊，又订那个又订那个，疯狂了我自己。好了，不要讲太多，开箱先。可以组一副卡组了，真的。好了，现在我订呢。蛮巧巧啊，是 UBR 卡住啊，就是我定了。等一下我找一下，应该是帮忙他 support 吧，我觉得。这一些就叫做尤贝尔系列，因为是1203，这系列是1203的系列。啊，我觉得尤贝尔系列我觉得很不错的，因为爽没有啦，就它的系列我觉得很有趣一下。可是我没有买到的第二季和第三季，算了，这系列我觉得蛮顶一下，我觉得可能啊，强化真的很。回来了，好了，再看一下第二系列。其实我又订了什么了？那这个啊，芳香啊，好香哦！啊，几香啊，这个。在 DLA 我觉得很恐怖，但现实我觉得应该 OK 了。如果是放生素系列的话，有可能是它强化。这些系列我觉得 OK。那我还要买什么呢？这些，其实我真的是定了买了 Rock Premium Pad 了。其实，等下说给大家看啊，一个看开心。啊，这一次有刻很多了，就很多卡架，就这次系列就很 OK 一下，而且还有复刻的，它这个系列啊，你看，啊，不过它有强化了，这次有，这次1203有掺它了，这个还有这张卡，嗯，这个我觉得蛮能怀念的。而且这个我还记得，这个动画也是有了，不过可惜他没有复刻他这个原版的，这个也是，这两个好像没有。不过幸好我有买他的那个原本那个魔法卡，就是不是这个，sorry， 这一张啊，这一张我有买他原版，不过他好像没有刻那个迷宫，没有打的。如果还有克迷宫我就 OK 好了。除了这一些还有了就是闪卡这个，嗯， OK， 这个你懂这是谁的面具吗？对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抓烙印那个啊，还有三幻魔的冠军卡，嗯，很久没玩了哦。这个和尚，呵呵，我另外的
还有这个，最近烟熟性啊，很想要用啊，我又定了这个放不放延寿，这个是很神的卡，这个有加神，所以还有一个豆哥最近还讲了叫什么卡啊，什么卡了啊，什么卡了啊，什么卡了啊，很老了啊，报道所啊，报道所，对对对对，他有这样的神，所以然后加报道所这样这样子，这个不错，有点类似啦，报道所啊 ，Look my。这个我觉得很好啊，你可以搭配宝玉兽什么的，看你喜欢就要怎配。这个机械龙，对，很容易杂鱼。不过我觉得 OK 啦，这个是碰我包啊，对，我没有玩这个系列，它的应该是一定要后置那个卡啦，不然的话它会崩坏。收这些卡就是这样子啦。那好的，这次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KC Gaming 啦，真的谢谢他。好了，影片到这边了。如果你超级中期超级无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 去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记得按什么？记得按上方的粉，以及按下方的红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方式不一样。如果真的跟林北讲了，我就跟他开那个 WPP4 就可以了，不要开玩笑吧。好了，本来不希望 ，Charles。